好了，范儿，任务送到这儿吧，我们就走了，拜拜。再见，三妹。怎么样，哥？再见。杨哥。哎，三妹。等我结婚的时候，有空过来玩啊。哎，阿弟，你等一下啊。三妹。三哥。我有话想跟你说。我也有话想跟你说。那咱们找个地方。那我带你去个地方吧。好。走。三妹。杨哥。啊。到了。就是这里。这就是你要带我来的地方。对啊。这什么地方？这个就是我小时候会有什么伤心啊难过的事情，我都会到这里面跟他说，说完之后我心里就会很舒畅很开心，是不是？嗯。哎，杨哥啊，你刚刚不是说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？可是我还没想好。哎，要不你先说吧。你还没想好啊？嗯，那行。哎，三妹，三妹，三妹，好了，杨哥，我已经说完了。啊，你都说了？嗯。这怎么说的？对他说。杨哥，你有什么想说的？你赶紧你也对他说吧。哦。说出来心情就会很舒服的。哦，好，那我就说了。嗯。那三妹，其实我哎，杨哥啊，你不能说出来，你要心里想，不能说出来，说出来就不灵验了啊。你要心里许愿，许出来，许出来啊。嗯，那我试一下啊。好，对着他吗？对，那我试一下。嗯，我已经说了，已经说完了，可是说了之后心情还是没见好啊。啊啊！那要么你闭上眼睛啊，要么你闭上眼睛，闭眼睛啊。嗯，好，闭了，闭了。来，当当当当，这是什么？这给我的吗？对呀、啊。这啥？这个就是我小的时候一个老奶奶教我编的，这个是平安节。哦，平安的。对呀、啊。那保平安的你自己带着吧。杨哥，你可以挂在车上吗？你不是要走了吗？我希望你今后都是平平安安的。算了，给我正好。是不是？希望你以后一辈子都平平安安的。我也希望你快快乐乐的平平安安的。哎，杨哥。啊。你真的要走？你这次走了还会回来吗？这次情况比较特殊，我也不确定还会不会来。那我们起那么大早也没有吃饭，要不去给你们做饭，你们吃饱了再上路吧。啊。吃饱了再好回家嘛，不然你要开那么久的时候的车。也可以，三妹，我怕以后再也吃不到你做的饭了。行吧，那走吧，回家吧。走。喂，你这，喂，都这酱来的好香啊！哎呀，你都有好香呀、啊！好香啊！哎呀，好香啊！哇，这么香！我等会呢，你的酱来怎么样？来，坐，再等一下。好香啊！哎呀，好香啊！若是征服还没来，晚风也可吹入怀。酱来的还行。吹着那一缕树影温柔摇摆。
你总以为你不够好，不够好，可是完美谁能达到？做你自己就很好，烦恼烦恼永远。